石長，係咁煎釀三寶，咁第二寶係咩咧？嗱，呢嚿東西咧就犀利啦，係咁佢叫嗷嗷八八八啦，其實都賣咗好多好多噶啦，到而家一路都係好多人有信嚟買嘅。但係點解佢就得個掣嘅？係啊，同埋你覺得好似一個輕盒，好輕飄飄喎，係咯，都唔知有冇嘢喺裏邊。咁其實咧有啲虛喎，裏邊其實咧打開出嚟係有嘢嘅，裏邊其實一支好大嘅天線嘅，係嚇係一個我一個叫做超低頻產生的作用的，是你知道有一個叫舒曼波的東西，我們叫 7.83Hz、而這個頻段呢正常呢人類是聽不到的，因為太低，但你的身體是感受到的、而這個頻段我們就叫大地的聲音，其實由地球盤古初開其實就有這個頻段，而這個頻段其實對人類是有益的。咦，咁但我知道咧，有啲客咧買翻屋企咧，就唔係為咗聽歌用的。其實好得意嘅，有陣時有啲客上嚟買嘢咧，有啲客買啲舊東西啦，其實係佢朋友介紹嘅，但本身佢唔係發燒友。係。因為有啲客佢就同我講就係話啲失眠啦，瞓得夜晚瞓得唔好。其實呢一個7.83Hz咧，其實會令到人咧有一種好 relax 嘅感覺啦。鬆弛。係啦係啦，係證實係可以，即係對於一啲失眠嘅朋友咧，你開住嚟瞓咧係有效嘅。另外，其實就如果你話有啲仔女啦、考試啊，或者即係你想去好認真、好專注咁樣温書咧，我自己就試過啦。咁阿仔考試開住呢嚿嘢咧，喺佢隔離温書咧，佢都專注啲嘅，記嘢都快啲嘅。是啊，咦，但其實是不是還有一個方法令到它的功能上更加提升？是啊，可以順便今天跟大家講講。嗯，其實因為用這個888你想發揮它最大的威力呢，其實有三點要注意。第一點就是它的高度。是，你不可以放在地下的，地下是沒用的。okay，因為它的天線是由這裡出的嘛。是，那我們自己計過呢，其實就是要大概是米半左右緊的高度你才可以發揮到它的威力。所以你看到我們的 showroom 啦，都是放在大概米半左右的位置，這樣啦，這是第一。第二樣嘢最重要是什麼呢？供電。供電。當然888它原裝都會跟著電子牛的，但是如果你想發揮到它最大的威力，你必須要買一塊 LPS 線性供電。我們自己試過呢，用線性供電呢來push 這個888呢，是可以大概可以勁多15%至20%。第三樣嘢係咩咧？知唔知咧？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呢個東西咧，因為佢影響人噶嘛。咁其實儘量咧，其實放近人嘅，佢唔係影響器材嘅。即係攬住佢。係攬住佢瞓覺啦，可以。咁我哋建議其實咧，當你坐喺 sofa， 你可以放喺sofa 側邊啦，咁樣。咁又同埋好得意嘅，咁佢開著咗之後咧，佢除咗個功能係可以咧重新整理翻咧你聆聽空間個音場，重新執個位之外咧，我哋自己試過，其實你睇戲咧個畫面咧都會 sharp 啲嘅，因為佢影響人。哦，即係其實係幫個人提升。係啊，提升個人嘅，係啊。咁有啲客就問我啦，咁好，我長期開有冇問題啊？咁其實絕對冇問題嘅，因為呢件本身是一件健康產品嚟嘅，係啊，咁就亦都係非常之好好賣嘅呢件產品。